你回去跟他说啊，财产我已经分割好了，一人一半啊，我多一厘米的光都不沾他的。葛先生，我都委托人说了，关于财产问题，他选择放弃。啊，抱歉，这么晚通知你。他说放弃就放弃啊？哎，可是我记着，法律规定离了婚，这财产得分割。他比法律都厉害是吧？法律允许放弃，找个有钱的小三儿就是不一样啊！哎，有钱就可以拐别人老婆，嗯，有钱就可以让你假模假样的跑我这儿来讲什么法律啊？哎，你回去问问你主子，有钱人脑袋上挨一锤子，他流不流血啊？耿先生，您说的这是刑事诉讼的问题。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接。哦，对了，是委托人，不是主子。
哥们儿，有火吗？啊？火。谢谢。真够勇敢的啊！那玩暴力美学啊你！董浩，这儿呢。哥们儿，得奖了啊！年度最具潜力制作人奖，啊。收。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呢是你老婆，这个就是你。这个就是那个小三儿，你啊，来，你把他干死，然后，警察就来，把你抓起来，把你枪毙了。你以为现在韩宇啊，剩下一大堆男猪蹄儿，你知道吗？便宜谁了？说完了叫我。我能现在叫你吗？怎么了？你扎错了，他才是病人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长得太漂亮了，魅力无法阻挡。哎呦，不行，我晕针了。拔出来了，不是我晕美女啊！讨厌，自恋鬼！我看出来你讨厌我了，要不然你怎么不扎他呢？干什么？干嘛呢？哎，你表现得像个 loser！ 你们医院，你别动啊！没了，没了。什么都没了，我走啊，我走啊！哎，这个呢，就是你这个小白兔、小萝莉不懂大叔的心啊！你看大叔现在是。人到中年，正在闹离婚分家产啊，每天都心如刀割啊。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喝多少种酒吗？喝的你大叔到医院去洗胃啊！哎，真的洗胃你洗过没有？啊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觉得心里面哇哇的痛啊！啊，你这你他妈说谁呢你？你等会儿，吓死你爹了你！快快把衣服穿上，别跟老子玩裸聊。你是不是把包皮给割了？啊，好精致啊！去，我应该给你缝嘴上。去哪儿啊？小白兔，怎么样？这个给力不？我问你去哪儿？去找小白兔啊！妈，给我掉头！掉个什么头啊？我还得给剧组送道具去呢。哎，我让你掉头！你跟着我走，放松一点。掉头！别闹，知道吧？鼻子悬我脑袋里，听到没有？忍不住！我操！欠债！我。他妈疯了你！给我看这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你妈内裤啊！你洗不洗啊你？我得回家，果汁还在家呢。哎，果汁给你带来了，在这儿呢。你他妈干嘛去啊？你真以为我送道具啊？我堂堂一制片人，我还不是看你快崩溃了吗？你往回走不是监狱就是病房，往前走3000公里全是大美女，你到底选哪个啊？哎，我给你看张照片，看。哎，这是同一个女孩，两张照片完全都不一样啊！看看胸，看胸，一个像平板，一个像波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还有病吧？不，这是阴影理论，真的，在光影造型里面，阴影越是丰富，就越是有立体感，你知道吧？你现在就处在你人生的阴影里面，但阴影也是你人生的一部分，你怎么就出不来呢？
你看咱俩谁在阴影里边？你自己阴影里边待着凉快吧。走了。我电话呢？全是康小雨的短信。打你电话你一直都没有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谢谢你能签字。其实，我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真的很希望。不回来？啊？你不是回吗？瞧你那德行！那好了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的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是颗新草不完了吗？你说的啊，前面还有3000公里的姑娘，现在只剩下2850公里了。方式可以说是非常的有特点，非常的特别，这也说明了我们伴娘的一种心情，她是想让我们的新娘早日见到她的如意郎君。有请新娘闪亮登场。今天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，朋友们怀着一份美好的心情来见证一对亲人喜结连理。有爱就你还好吗？有爱你刚才摔了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来，把这个贴上吧。行，谢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新郎请我来的。你跟新郎认识？哎呦，我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。我家里人跟他是同事。多少未婚的单身女性？举手让我看一下。听说了，听说了。自己一个人还是小心点。性子还那么急，有请伴娘送上手的花。我得上去了啊！好，你赶紧去，赶紧去！啊，这给我。不用，塞袋里去。行吗？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女孩，来，有请。我想把我的这束手捧花留给一个人，她是我的闺蜜，也是今天的伴娘。来，来呀、啊，来。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的姑娘，可是就是情路坎坷。至今都没有男朋友，这些年我一直挺心疼他的。亲爱的，我真的特别特别对不起你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其实我马上也要结婚了。来，朋友们，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，让我们用掌声把爱继续传递。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？很久没有笑我，既然不快乐，又不喜欢这里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。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
色越辽阔，心里越寂寞。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，不知道后来的后来，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。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。喂，我想订一张明天最早去大理的机票。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，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看手真欠。我跟你说，以后别再跟人说我以前是歌手啊。唱歌咋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坚持唱到现在，你就是孔雀传奇了，唱得多好啊！啊，等哥们儿把这车道具送到剧组，就直接把你发到大理去。我跟你说，以后别给我提大理啊！大理咋了？大理呀，大理是一夜爱情之都啊！看了吗？我们认识的留言纪念，知道在哪儿吗？啊，大理的梧桐客栈，我们他妈就那儿认识的。哎，你跟他刚认识，你就对不起他了？你还真是放下了，你是想让我再捡起来 ？OK，Anyway， 祖国处处是亲人啊。你好，请出示你的卡。哟，美女，贵姓啊？姓严。严如玉吧？太巧了，我叫黄金屋。留个电话呗。留电话干嘛呀？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吃小龙虾喽。哎。一路顺风。哎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没事吧你？收费站，你这瞎拼什么呀？出来干嘛来了？啊？态度就不端正。我上哪端正？收费站？那这哪儿啊？天门山，一夜爱情之都啊。行吧，反正不是去大理，去哪儿都行。哈哈。一二三，好。你好，谢谢。哎，美女，我的卡呢？哎，你像我这样有点旅游心态吧，你买块石头嘛。哎，我今儿关车里边时间太长了。哎呀，其实我们应该把小狗狗抱上的。干嘛？这多好的道具啊！小狗是泡妞利器，你把小狗抱在怀里，女孩子足够有爱心的话，她自己找上门来，这事儿都成了一半了。要她跟着你早就学坏了。你这能跟那小狗狗比吗？你快别表扬自己了，你还跟她比？哎，别说你俩挺像的，见一个上一个。这是一种状态，知道吗？要的就是这种状态。那你的意思，你这一路就是交配之旅呗？你以为我们来干嘛的啊？这是我们的主题呀，知道吗？哎，我们的主题呀。你现在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，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女性身上。Hello， 人他妈带个孩子的，这个太搞笑了，这个。现场的好朋友，掌声、呐声，一起来一下！好，现场好朋友，下面就是我们激动人心的拍卖环节。哎，你看当中这女孩就很棒，看见吗？尤其我们的宝贝，都化成这样的，你也能看出不错的。二货，看身材，身材是极品。好了，请看这一款，就是我们天门山的东方奇石。你跟人打个招呼。你著名导演卡梅隆都得口称奇的石兰玉。人跟我们打招呼。大家喜欢我们这款宝贝的话，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吧。我看着掌声，有多少？你还是没有放下。谢谢。
你别老提这行吗？我怎么没饭量？你泡妞啊你？泡啊！我怎么泡啊？我站起来喊我爱你啊！土鳖，永远别说这三个字儿，你知道吗？不吉利。那怎么着？我上去把他扛下来。像我这样，哎，打个招呼，你敢吗？敢吗？我可以参与进来。来，四千元。好的，就现在出的四千元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你，你看看这是干嘛？非常热情，谢谢。来，有没有超过四千的朋友？有没有？哎，不不不不不，啊，不是四千，是五千，掌声再多一点。不不不，哎，你们给我坐下，有没有坐下？你能不能打声招呼？谁他妈让你站起来打招呼了？第二次，五千元，第三次，成交，掌声呐喊声，一起来送给这位先生，谢谢。哎，先生，请慢走。漂亮的阿凡达小妹妹把这个证书亲自送到你的桌前，谢谢你们。恭喜你，先生，请付款。付啊？付钱？看着我干嘛？付钱？快点掏钱啊你！哎，开张发票。写剧组啊，卡拿过来，扣什么呀？谢谢你的爱心。哎哎哎，美女，我朋友跟我打赌说你不敢坐下来跟我们喝啤酒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轻松一下，一起来欣赏一个中华武术银枪刺头的表演。哎，其实呢，主要是我哥们儿特别想跟你聊聊天。是你们两个来的呀？没有啊，我们还带条小狗叫果汁儿。小狗？你喜欢狗啊？一般吧。听着呢，你妆化得很漂亮，难道也是啥都看不出来了？应该不小了吧？人家本来也不大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也没说人大呀。哎，大姐，你们在这跳舞一个月给你们开多少钱啊？不一定啊，大叔。那都得让你们干什么呀？怎么还不一定啊？踢我干什么？来喝酒。你们那舞跳挺棒的，专业的，一看就是。我就瞎跳，不是专业的。专业的就专业的，你装什么装？我真不是专业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这还真蒙不了我。啊，专业的脚这儿都有个大波朵，不信把脚拿上来，咱赌什么？我是不是专业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是你什么态度？我什么态度？哎，我花这么多钱买块石头，你还给我上脸了是吧？你该洗脚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回来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你脑袋让驴给踢了。不就这就这欠管子你行？你行你去泡。你别不爽。你是驴里偷着懒，我是黄色屌丝。哎，领导，来点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那哥们儿刚离婚，他现在是更年期碰上生理期了。不过呢，你的确是个业余的，你以为自己是个 dancer， 但实际上你是个 loser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说错了吗？像你这样的女孩我见多了，装个蓝尾巴在这演蓝精灵，你自己心里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傻缺呀？啊？没有病。看你还想跑，你跑哪儿去啊？哎，哎，对啊，你跑啊！对，这就是你现在的处境，你被挂住了你。这个挂两圈来，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哭了，一条尾巴都照顾不好，多让人操心呀！你干嘛？别动，你别动，这不完了吗？有时候换个方式解决问题，知道吗？你是干嘛的呀？我就是一跑腿的。那你来这儿干嘛呀？给剧组送单道具。道具呢？让我看看呗。道具能随便看吗？这是商业秘密。你这个是道具吗？这不是道具，这是信仰。给我看看吧。信仰不能随便看，信仰得放心里。每个人都要有信仰，知道吗？算了，还是带你看道具。
走了。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啊！在座的叔叔阿姨们，掌声多一点，送给他们，谢谢。哎，当心点啊！谢谢我们帅哥靓女们精彩的舞蹈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下面我得请出的是喷火大师，他的名字叫小宝，非常的好看。来，有请小宝出场，有请。干嘛呀你？多吓人，多吓人！不是你这个，哎，怎么了？干嘛呀你？不是你刚才尾巴呢？不是你，他这尾巴容易刮着。你就是一变态！这不。在山寨，你千万别见外。我先卸个妆。哎，不是，我要的就是阿凡达，就是阿凡达。来，一起来，嗨，一起嗨，我们正夜乐开怀，成一起成，成败一起败，地球见证我。谢谢，洱海不远了吧？上面是苍山，下面是洱海。你谁家的？哎呦！哎，这谁家的狗？我订了房间，这儿不能带宠物。这是宠物吗？这就是个婴儿，你让我抛弃婴儿？身份证先放这儿吧。哎，钥匙在吧台五号房。谢啦，走去看看我们的房间。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同情心很强的女人，然后你把你的痛苦经历全部都告诉她，她感情一泛滥，然后你就趁虚而入。别跟我没话找话啊！哎，我看出来你不爽了，那破石头你把它扔了不就完了吗？把你扔了，钱我花的，石头我买的，妞你泡的，你他妈还是个人吗？你嚷嚷什么呀？老子不为了教你吗？你教我什么了？哎，有泡学生妞的老师吗？哎，有泡外星人的老师吗？你现在怎么没法正常跟人交流？我怎么没法跟人正常交流？哎，来，干嘛？练习一下，交流一下。交流啊！你真漂亮。马卡。OK，Anyway， 就算这次我抢了你的，下次赔你一个不就完了吗？你当你不应该啊？哎，看这个，这个我已经嚼烂了，直接往下咽就行。真他妈恶心！看着门口那道奇葩了吗？既然给我们豁出去了，我帮你做掩护。里面那个美少女包治百病，成败在自己举。那吃什么了？嘴里这个味儿，行不行你？我今天要泡不上，我是你儿子。关键词：舅舅、沙漠的小乌龟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啊。我名叫什么？屌爆了，哥。今天不做生意的。你是那个克里斯蒂娜是吧？你谁啊？我屌爆了。怎么了这是？
你怎么才来？小乌龟都走了。小乌龟啊啊啊！小乌走了，去哪儿了？这不金鱼吗？这是。他就是小乌龟。你有没有仔细看过围裙组？啊，他这，哎呀，小乌龟。为什么我养的东西一个都没得活，全都死了？全世界的人都离开我了。站那么高干什么了？干什么了？你说你有28呀？你不是说自己28吗？看起来跟40似的。不是，我说你有18吗？你不会未成年吧你？我说咱们交朋友，真把你的眼睛看清楚了。1994年，不是你这个我不用看，你别误会啊。我说这不这小乌龟吗？这个，嗨，你看他这都走了，我这来晚了也没出去、啊，你给我出去。这怎么了？这是走，这他妈说翻脸就翻脸，就这么的，就这么的，怎么了？啊，不是聊得好好的吗？我是他好朋友，我屌翻了。他怎么你的？跟我说，我收拾他。你问问他自己，昨天短信里怎么说的？啊，我知道。哼，说好了要替你去亲一下雨神萧敬腾，对不对？我说的不是这个。啊，哪个？我问你，什么是我们俩好的基础了？咱俩信任不咯？信任就是好的基础吗？你把我们俩短信给别人看了是不是？哎，我们俩是好基友啊。我告诉你，你不信任我，我也不信任你。哎，我们俩没有必要大老远从北京跑到这儿来骗你吧。你说你是北京的，你就是北京的了。这我们真是从北京过来的呀。那你知道京西技校不了？我还知道京东呢，我。薛寿仪，赖京西，美容美发派第一。你连京西技校都不知道，还说自己是北京的，切，骗子！哼，好好来，我给你看看啊，是不是北京的？骗不骗人？啊？就你这个样子，还说自己是杀马特，就是一屌丝。不是你说谁屌丝啊？你是屌丝，以前是屌丝，后来非主流，现在想当杀马特了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不相信你。啊，不，你怎么着才信吧？跟我打一个一模一样的耳钉做杀马特。哎，这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不敢。哎，谁说我不敢？你敢打呀？你敢吗？哎，我要打了怎么着？咱俩赌什么呢？打了我就跟你好，你敢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真的。笑毛啊你笑！你不会要真的打耳钉吧？我就打了，怎么着？我愿意。OK。Anyway， 良药苦口，只要你咽得下去，等你关眼一闭，我就咽得下去了，怎么着？好吧，好吧，我错了。哎，还剩2000多公里呢，老子又没死，真打磕耳钉了，成脑残了。哎，身心俱残，走了。什么话都让你说。走了。祖国处处是花园，去也是。你死在这棵奇葩上，满大街都是。你看这个就很好，哎，这个真不错。打招呼。
剪头发。我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追着你过来的。不是你怎么来的？哎，干嘛去？不是我这，怎么了？这里边我，不是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哎，你不能什么事都问我。你现在也长大了，我得处理一下。快！哎，要跑啊！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哎，谁让你跟来的？啊，这头发真的假的？啊，真的。我去。我感觉我现在还不是太老，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出去混一下，说不定我也能成一大明星。哎，帮我剪一下。我跟别的姑娘可不一样，我这辈子特别不顺。你别觉得我幼稚啊，我没有说小乌龟。我太姥姥在我两岁的时候就死了，感觉我这辈子写出来就是本书。不是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我跟你走啊。你去哪儿啊？你不是北京的吗？跟你去北京结婚啊。你没事吧你？你跟我走算哪门子事儿？你这……哦，我知道。哎，别！你等！哎，你等！不是，你先听我说，你别！你之前在短信上说你爱我，我还不信。你说网络上多危险！你先把衣服穿上。哎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你竟然为我打了耳钉，为我流了那么多血，我也没什么。你等等！我跟你说，你这事儿你想清楚，想清楚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哦，别动，疼，真疼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就是这个德行，你对得起我，那我也对得起你。哎，你要保证这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。娟。嘘。娟。我知道你在里面嘞，走了！你杀了我的小龟，还有什么脸来见我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一时着急。滚！算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滚！我不想见你。那我把给你买的米粉放在外面了啊。娟儿，外面这是谁的鞋啊？我舅舅的。你舅舅哪有这样的鞋啊？你屋里是不是藏人了？你把门打开，打开，听见没有？打开！你妈妈，你再开我们家脚一门试试。周丽娟，我晓得里面有人，你让他给我出来。我们家有没有人不关你的事。这么多男人，你给老子出来，还装什么误会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啊。我可不知道她有男朋友啊！你给我出来，咱俩谈谈。我跟你说，我你给我出来！什么事都没，我现在不能出去。你不出来是吧？有证你就别出来！哎，你把我鞋放下！有证你就别出来！你还来劲了是不是？哎。你有什么说什么啊？你别着急，我跟你说，你是她男朋友是吧？你说呢？谁承认你是我男朋友了？你们俩还打一耳钉是吧？你们俩还打一耳钉是吧？怎么着？我给过你机会，你不爱我不代表谁都不爱我。那是我不想打吗？那是我妈不让我打。别说你妈，你妈不让你打耳钉，你妈不让你纹身，连人家流点血都不敢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咱们这样啊，我听清楚了，那个，我先跟你说啊，兄弟，那个我跟他绝对没有什么，我跟你保证啊。你们俩自己聊啊。我就是喜欢他，
我妈不让我大热天你就找个小三是吧？小三怎么了？小三比你强，比你好，比你男人，比我大热天流了这么多血，你敢吗？我就是喜欢小三。小三有什么好的呀？不是小三有什么好的呀？你怎么有男朋友你还找小三啊？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啊！我说你他妈也有病吧？小三让你给堵屋里头了，你拿着棍子在这瞎他妈嚷嚷什么呀？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啊！那动手啊！你拿着个棍子光在这瞎他妈嚷嚷，你动手动手干啥呀？拿着，拿着。拿着呀，我让你拿着。哎，我他妈给你戴绿帽子，你他妈怎么这么怂？哎，这是怂人吗？别打了，我错了，你打错了。你打他干嘛？你打他干嘛？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是他妈我错了，我是小三儿。他妈九零后也这么怂。舅舅，怎么回事？小乌龟死了。这信号不太好。是。喂，喂，听得到吗？哎，挺着了，你说，你说。请问是刘志摩先生吗？啊，对，是我。你是？哎，小妹儿，你哪辆土赛哥来？请问你那有房子出租吗？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哪有房子？哎，你有毛病吧？别给我打电话了啊！是天堂，艳遇、海景、大床房，嘿，就一句很简单。听着啊 ，OK， 谢谢。一杯柠檬水。得喝多少杯柠檬水，才能打开小姐的心扉呀？我要柠檬水。外面那哥们送的。啊，我不认识他。字儿你总该认识吧？
轻言不拒绝。咱们酒吧叫什么知道吗？色夜。哼，你说那是中心思想，咱们叫夜色。Yes， 不能说 no。 嘿，美女，给个面子，喝一杯呗。谢谢啊，第一次见面，我不太习惯喝酒。胖子，你把脸转过去啊，再转过来。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。小姐是？还他一杯酒，不许说 no。欢迎明天再来啊，咱们这每天都有新主题。哎哎，什么情况啊？你这个，我觉得你们这主题有 bug 啊！别喝了。起床，赶紧赶紧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快点穿衣服。你干嘛？怎么让他们醒了？赶紧的。轻点行不行？滚！好不容易才睡着了，醒了怎么办？赶紧赶紧赶紧，别推我。你他妈是人吗？我不是人，我是禽兽，好不好？快走，快快快快点！你知道他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我洗完澡出来，他居然帮我煮了碗面，不是泡的啊，是个煮的。更加过分的是，他居然剥了个茶叶蛋。你说他是不是疯了？啊，睡觉就睡觉，过什么家家？同一个女人绝对不能睡两次。看够做的这破印儿，他妈几天都下不去。喂，哎，小雪，对，是，哎，不，刚才信号不好，出来玩一圈，哎，对，哎，他吃面呢，哎，不都放下了吗？聊两句能死啊？哎，你给我掉头，我得回去。什么？我得回家，我不玩了。掉什么头啊？我他妈不玩了，我想回家。掉什么头啊？你松开方向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掉头，神经病了！哎哎哎，他妈找死！我操！你干嘛？掉头吗？你这掉的啊？啊？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他妈脑子有病啊！我回家找我妈行了吧？哎，就这点破事喊你妈出不来了是不是？我就不出来了怎么着？哎，我就在阴影底下待着，我就不出来了怎么着？把破伞给我扔了，听到没有？我不扔啊！你给我出来！我不扔怎么着？你出来，我就不扔。这，滚啊！滚！我他妈在家里好好待着，哎，你把我弄出来干嘛？你把我弄出来干嘛？我惹不起，我躲不起啊！你把那个破伞给我扔了，听到没有？我就不扔，我就是个 loser， 我就泡不了妞，怎么了 ？OK，OK，OK，Anyway， 我错了，好不好？我向你道歉，啊！你泡不着妞，心里难过，我再给你找好的不完了？别给我来这一套！去！不，这回我真给你找个好的。你别给我来这一套！你想叫我出来，就是让我跟你一块送到去。我是好心好意啊！你好心什么？好意什么？我真的给你找个妞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个禽兽！这天线我也不要了。你就是个禽兽！有多长时间没回家看咱妈了？哎，美女，没事啊，我们是全责，我们会来付，我们会来陪的啊。怎么样？你人没事吧？哎，我说你别那么多废话了，行吗？腿有没有受伤？
干嘛？我哥，我哥，啊，挂了！哎哎哎啊啊啊啊啊啊！放下！放下！哎，漏了漏了，刹车管坏了。怎么样，有信号吗？没有。又咋了，耿大爷？机场。机场离这100多公里呢，我的车拖着你的车先去修理厂吧。机场在那边。哎，你怎么那么聪明呢？你看现在你的车是瞎子，我的车是瘸子，瞎子背瘸子，绝了！那，你是学理科的吧？不是。那，干嘛？不是，我坐前面减轻后车分量。那你让他坐前面吧，你坐后面去。为什么？他看着正常一点，行吗？他正常。欢迎使用高德地图。你好好看看他，回头看他，看他看他，看他右耳。我告诉你，其实他是个弯的。那太好了。啊。你上我车，没说完呢。其实我也是个弯的。就算你是弯的，你也不是个好 gay。那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遇到危险，拿出此产品，正面面对袭击者，脸部一喷即可脱离危险。你是不是经常拿这玩意儿喷人呢？我第一次，你是第一个。我第二个，后边那秃子才第一个的。哎，你们女的是不是觉得全世界的男的都没一个好东西啊？我知道你对女人有看法。我看法大了我。你的事你朋友都跟我说了。这他妈死秃子没他妈不能说的，扔了他干嘛呀？你就是不自信，你这种情况还不满大街都是啊？满大街都是，满大街都是，就说明这个社会不正常。反正我们俩也出来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你就是在逃避，那说明不是说的挺好的吗？遇到问题，正面面对。喂，你他妈眼睛让屁股给坐住了！你个大傻逼，你他妈不回头看看有没有车，你就往前开。你废话，我这有信号吗？你知道我怎么给你打这电话吗？你个车祸！你在哪儿？你怎么不按喇叭呀？没电了，按个屁呀！赶紧回来接老子！回轮啊！啊，行吗？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好好好好好。行吗？快快快！你还挺厉害的。哎，你说这绳子在哪儿断的也不知道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估计是上刚才那个坡的时候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爬坡加大了重力啊。是不是应该快到了？哦，好像过了前面那个牌子就是了。哦，对了，前面是下坡，咱没刹车。哎，停！我没刹车，我怎么停啊？那个，按那儿没用。哎，我得松油门，松油门啊！我没踩油门，这样行吗？哎，有戏有戏。吓死我了！太险了，这。要不然说吉人自有天相，这死秃子命太大了。
怎么回事、啊？哎，你走快啊！你别动油门啊！我没动油门。哎，怎么办呀？啊！别急！哎，你干嘛？你撒手啊！你觉得车门在底下怎么办？你看好方向，放好方向盘。小心啊！手抓紧了，护好自己。小心啊！你撒手啊！我是知道。你没事吧？啊？嗯？你没事吧？不要命了？你怎么他了？你俩没事吧？你事儿大了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许随地大小便。你闻闻，知道错了没？真是个小狗记性，知道错了吧？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？很久没有笑过，又不知为何。既然不快乐，又不喜欢这里。嗨，老板。嗯，美女出现了。这放的是 CD 吗？你说呢？这会儿了，哪儿给你找卡带去？这是耿浩唱的呗。耿浩谁啊？不知道。他是因为唱的《洱海》，要不然这种俗卡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店里呢？嗯，既然你这么不待见他，把这 CD 卖给我吧。卖给你，谈买卖多俗啊！这张碟要送你了，谢了。之后你帮我录个 slogan。哎，不，我是俗咖，咱们还是谈买卖吧。不用找了，谢了。盒呢？没有。为什么呀？啊，在底下压着呢，找也找不着啊。我就不信。哎，你说你们这帮文艺咖呀，来趟大理不会就是为了这首歌吧？当初多少人就因为一句“会当凌绝顶”，就呼啦呼啦上泰山了呢？那是李白，这种俗咖能跟李白比吗？哈哈。来。哦，找着了，这哥们儿长得挺逗的。走！你说我是让你赔呢，还是不让你赔呢？会当凌绝顶，不是李白写的，是杜甫写的。你还是赔吧。这么喜欢音乐呢？是啊。最喜欢谁的？杜甫。杜甫。放下！哎，放下！噗！把枪给我，听到没有？这不是我的道具枪吗？什么道具枪？死孩子！哎，嘿，拿过来！哎呀，道具枪也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对。
搞音乐的。做音乐失败了，现在在卖二手音响。谢谢。哎，这不是给你吃的，给你肖总用的。啊？哦。那个，我想说。别说话。喂，票务中心吗？有没有今天晚上回北京的票？头等舱？只有头等舱吗？哎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谢谢啊。好 ，OK。吃饭吧。哎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要听哪个？我先来说坏消息吧。这个破地方，每个礼拜只有一个航班飞北京。哎呀，那我走不了了。但好消息是，今天晚上最后一个航班，唯一一张头等舱的票，让哥们给拿下了。走剧组账，你不用给钱。哎，呀，今天晚上啊，你说这穷乡僻壤的，咱这车又坏了，这怎么走啊？这是，这让小伟帮你修车吗？哎，老板，这黄色的车能走吗？转上点进去可以跑。哦，喂，娜娜。我现在特别着急去趟机场，我们在那儿会。哎呀，这姑娘真不错呀、啊，是人挺好的，这么关心你啊，不着急让你走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她对我挺好的。哎，你是不是喜欢她呀？说什么呢你？你不会是恋爱了吧？我没有。不是，你要是恋爱的话，你就告诉我，没关系的，哥们可以让你。我没有。那还蛮可惜的，那你就走定了。哎，听你这意思，你不太想让我走啊？没有，我完全尊重你的意思啊。可是我仔细想想，其实不走也行啊。不是，你该走还得走啊。你对我还真够好的啊。嗨，兄弟们，来，我把油纸给你。啊，这是什么味儿啊？五香的。这个是千金，这个是头盔。这个是助刹车，酒店安全啊。行吧，这车。没问题，上来试试。哦，好辣。说实话，哥们知道你这次动心了，可是你看看，这大眼睛大长腿的，一看上去就不是个过日子的人呢。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。喂，朋友。哎呦，你这朋友够有个性的呀！啊，小脏辫挺酷的。那，来日方长。来日方长。哎，行了，走吧。我是想说。想说什么呀？手机都留下了，咱们赶紧联系吧。啊，不是，我想问问你那个防狼喷雾什么牌子？啊，那送给你吧，做个纪念。别忘了说明啊。对，正面面对。大哥，正面面对一下时间吧。啊，看把小狗给急的，走吧。那再见。拜拜。行，证件都齐了，但还差一狗箱，那边买一狗箱。啊，那我去买狗箱，你在这等我啊。来，下一位。嗯。身份证出示一下。
有行李托运吗？有，来放上来。哎，你找我啊？我前面没接着电话，怎么着？有事儿？对，买了个新手机，到营业厅换小卡，发现需要你的身份证。哦，我那个没在北京啊。你出去玩去了。哦，我这不陪郝姨出来帮她送道具。其实，说实话，你一直躲着我，我挺担心你的。咱们都多大岁数了？咱们也得学会正面面对嘛，是不是？你看我这不现在都主动给你打电话了。那就好，你别怪我啊。怎么怪呢？这都过去的事儿了。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，我估计我现在就是见着你们俩在一块儿，也不会像以前那么拧巴了。没准以后你们哪一天真要结婚的话，我还能去参加你们的婚礼呢。来，喂，咱不聊这事了。为什么？其实为什么不聊？怎么跟你说呢？其实你不会真的想结婚吧？我，你真的要结婚啊？你要结婚啊？对。你是不是着急了点？耿浩。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我。其实我上。你们俩挺合适的。我应该祝福你们，我真的。耿浩，你别这样，你没事吧？我挺好的，我特别好，我非常好。那个，祝福你俩找到幸福了。那个，耿浩，你别这么说。你俩好好的。你这么说我行。还有那个，其实我一直想找个时间好好跟你坐下来谈。我刚才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那她说她现在挺好的，不用担心。哦，是吗？那就太好了。所以我现在不用回去了。对，你现在完全没有必要回去了。我觉得刚才那女孩挺好的。啊，对，那女孩很不错，真的。我觉得她也挺适合我的。那么适合你了，大眼睛大长腿，他太适合你了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也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他。你也喜欢他，你应该去找他。我应该去找他。妈的，不飞了！现在就去找他。我现在就去找。走啊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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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，这边，来，让一下，让开，让开。
要大声表白，拿着花，来。哎，你说这个登机牌要是粘在一起，应该还能用啊。今天这事儿就是花钱，我也得把它给办了。哎，亲爱的，喂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啊？我都知道了，你根本就没有男朋友，你还在网上征婚呢。我，你能不能靠谱点啊？对不起，行了吧？行了行了，哎，我老公有一同事不错，哎，你赶紧买票回来，我约你们下周见一面。哎，你听见没有啊？我一回来就找你，好吗？哎呦，你别磨叽了，这事儿得主动点儿。我跟你说啊，哎呦，我现在忙着呢。哎、什么呀？结婚了不起啊？结婚了不起？你管那么宽呀、啊？就不想结婚，管那么宽呢、啊？就不想结。但是我要真男人。冰淇淋，要冰淇淋。我他妈怎么只听到三四个男人的声音？其他男人都他妈死哪儿去了？要是要的真男人加大耗子，谁都没有。找什么呢？我要你们这些废物统统滚开！不会是找手机呢吧？谢谢，还给我呗。我这院里下雨下雪下冰雹，就是没下过手机。要不然夸你几句，不要停下来。尝尝这个果条子。那个妞，那个美妞，来吧。来吧。不认识字儿吗？上台，呐喊出你的欲望，手机就找着了。太无聊了，我不爱。那没有。找老公。我他妈都在。壮壮的老公。我要找一个强壮的老公。这他妈就我了。哎，我的。进来还有哪个说出自己的欲望？哎，哎 ，Hello， 美女，来吧，说出你的欲望。我要姑娘大声点儿，我要你们他妈谁都别理我，我就想一个人单身到底。我就说你肯定得参加我的活动，到了还是参加了吧？这回可以还我了吧？但参加的不好，我们让你呐喊欲望，不让你说出理想。来，你再呐喊一次。
还我手机。我数一。嗯。二。哎，我走走走走。不一定能打中，说不定呢。你跟我说，你好。大哥，你怎么那么逗啊？你还挺纯啊。哎。哎。啊。咋了？坐。大哥咋了？挂上脸了？你跟我说，你错了。这啥意思？我哪错了？我问你错了吗？大哥，你可别挑理我了，我哪知道我哪嘎子错了呀？你错就错在不应该抛弃他。哎，大哥，要不我们也玩这个呀？你闭嘴！你闭嘴！哎呀，大哥呀，你可真山炮！你这不是身上没虱子找痒痒了吗？你说你这咋咋呼呼一天？我问你，你还没说了呢。你撇谁呢？我是出来玩的，不是搁这嘎陪你演戏的。就拿这几百块钱，你还想玩个明星啊？先生。姑妈，哎，大哥，要不我来当，我在横店当过群众演员的嘞。哎，请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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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真的嘞，真的。说吧，怎么玩？我对不起你。不是你，我错了，我爱你。你走点心行吗？我爱你。不是真的，假的。我爱你。真。我爱你。你走点心，从心里边好好说的那种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不会演戏，大哥，你别正经了，我整不过你，都在酒里了。大哥，我嗷嗷爱你，老爱你了，你信了吧？你来。哥，你喝的没有用，同甘的不要哎，共苦才要哎，对吧？来，慢喝，我陪你一块喝。赵薇，喝，冷的不刺他。看了吗？女人都一样，是不是有钱？就可以我爱你啊，有钱就可以跟别人跑。我哥哥不唱，我开一破二手音响店，你怎么说走就走？你走吧，走啊！宝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好的，绷住，绷住，绷住！怎么还有人查房啊？啊！把把鞋穿上。你怎么来了？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。哎，不是你，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？
真是阴魂不散啊，你当你是贞子啊？你不觉得脏吗？哎，你说谁脏呢？我说你脏呢，怎么了？你们才脏呢！还洗大水，人才脏嘞！你们俩闭嘴！你给我出去！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你怎么还抢我包啊？你干嘛推人呢？躲开！行，你们行，躲！你别动我！我看你能不能按常理出牌啊！你以为我们俩这是什么？一夜情啊，大姐！我就知道不能睡两次。其实，其实我是给你送这个来的。这是信仰，你说的吗？我以为对你很重要。你拉宾馆了？哎，老子这是骗你呢，傻瓜！我靠，我哥们都离婚了，人家很可怜的，我好不容易组个局，弄得挺好的，让你给搅了。我他妈不要你跟着我，知道吗？滚蛋！你听到没有？对不起。脑子有病！你笑什么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。你是可怜我们，谢谢啊，耿浩。我这完全是一片好心好意啊，谢谢。你干嘛去？你他妈没穿衣服呢！哎，发什么神经啊？啊！回去听见没有？别你妈给我丢人啊！行行行行，把裤子给我穿上，听见没有？老公，就那俩。我尼玛！哎！小逼养的。那女的呢？啊！瞅瞅，刚提的事儿，一巴掌就给干断了，咋整？苏儿，对不起啊，我们赔钱。两万。两万？我你妈！哎哎哎哎哎，我怕带的钱不够，那全部都给你，所有钱都在这儿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嫂。现在知道叫大嫂了？刚才干啥呢？我爱你吗？说呀，爱不爱？哎，我你妈，爱嫂子。哎，不，不爱不爱不爱。你啊，说你错了。算，不走心呐、啊，走心呐、啊！刚才跟我咔咔整的多好啊，你会呀、啊？对不起，我真傻叉。对不起，真傻叉。文山家。何社会，不是，
你让我女潘月表演节目的。哎，就他，就他。你上去。你也给我表演个节目，唱一首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。我你吗？不是大哥，大哥，哎，我替他唱好不好？我替他唱。上去。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，迎来日出。声音大点。送走晚霞。接着唱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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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唱了，你怎么下来的？你不知道啦啦啦啦，不是啦，做你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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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啊！来，打！大哥，打呀！你也别动，你给我站住！兄弟啊，怎么样？想听节目是吗？啊，兄弟，喜欢听人唱歌是吗？兄弟，你现在还年轻，千万不能走到犯罪的道路上。来，给我唱歌，《喜羊羊美羊羊》20遍，唱！真的不会唱。唱！喜羊羊，美羊羊。滚蛋！别滚，别唱！你看我支持你。哎，我尼玛，我让你动了吗？啊！谁让你跑这儿来的？我让你动了没有？没动。啊、别看我只是只羊，唱响点。别看我只是唱出来啊！我尼玛！啊！哎呦我尼玛，大哥！我尼玛！我尼玛！大哥我不行了，大哥我不行了。哎，你笑什么？啊！我在这被人打，你他妈就在这乐是不是？啦啦啦啦啦啦！我看你啊，他妈能不能正常点、啊、你？我他妈怎么不正常了？人让我上来我就上来，让我唱歌我就唱歌。你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子，你啊，你真他妈变成个 loser 了你！哎，我他妈以前我本来就是个 loser， 我就是个傻叉嘛，哪像你？哎，泡妞你又能泡，情圣！哎，枪你也是先放，打打打打打打，你小马哥啊你！我靠，我也是谁啊？啊，哎，我都快放枪，我都快犯罪了我！你为我，你为让我更像个 loser。你说的对呀、啊，我就是你的一个阴影啊。我让你显得更加立体。嗯，你他妈说什么？哎，我很重要啊，我对你很重要啊。哎，你想想，你身边还有谁？你爱谁？谁爱你？我就是你的一个小果汁啊。你干嘛？我也有，来来来来，啊！耿浩，要这样咱们俩就完了。我跟你兄弟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这样对我！你再说一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同你恩断义绝。
你也就是个女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个老爷们儿，嘀咕什么呢？你还解不解决问题了？你是老爷们儿，老跟小姑娘过不去，不丢人啊？我是老爷们儿，我是弱势群体。还有你，扔手机好玩吗？你扔自己的我管不着，扔别人的不行。今后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，都不能往洱海里面扔，不污染环境啊。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这天我带狗。你听不见吗？那请问您的出发地是哪里？大理，大理，还要重复多少遍呀？机场，快点！订明早的车去机场。怎么着，这狗你的？难道是你的狗吗？刚才老板说这狗没人要。别碰着我的狗！你说，能做不能说啊？那怎么着？你小狗叫什么呀？耿浩。能骂人呢你？我认识你。我们之前见过呀、啊。我听过你的破歌，全是骗人的。哦，他明白了，不顺利啊。哎，行行行，那算我对不起你啊。那我请你喝一杯。不喝酒。那老板给倒杯白开水。
你笑什么呀？不是你笑什么呀？你笑我不能笑啊！谢谢啊。我，这喝法够传统的。我讨厌吃橘子，但喜欢闻橘子皮的味儿。这不浪费了吗？味道一般呐。打扰两位，我刚才刷了一个留言墙，请两位在上面签个处女签怎么样？行啊。你这怎么着？我怎么就对不起你了？别自作多情啊，他的名字叫对不起。我起这么个名儿，那你出去遛狗，这帮满大街给人赔不是？我原来想叫他橘子皮来着。橘子皮？橘子皮多没营养，应该叫橘子汁儿啊。太拗口了吧？要不叫果汁儿吧？还谁都听不懂，那咱发短信得了。还不是我问一下，你放了这个，那女的人同意吗？你是哪个部门的？啊，我就随便问问。认识啊？认识。来大理还能可一棵树雕的。今天晚上八点，我们小店有个 party， 只要你来，100个妞在这等着你。这是我前妻啊。哦，就那个，我要那个是吧？不，哥们儿，不是那意思啊，我们这不就玩吗？猛太极啊，就是忘了你吗？我是觉得，你们还是给删了吧。哥们儿，我再帮你回忆一下啊，他刚才说的是前妻吧？嗯，既然是前妻，那跟咱还有关系吗？啊？有关系吗？没关系。来，嘬一口。
趁机个锤子！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傻咖！我前女友跟别人睡了，我能有什么车呀？就上头了，第一是你的事儿了。这跟我有没有关系？我给你打个比喻哈，你看这个 iPad 啊，然后呢，太阳照在这一面，这就是个阳面，对吧？那这面它就是个阴面啊。但这个阴面呢，它也是 iPad 的一部分。你再比如说啊，我之前失败的婚姻，它是我人生中的阴影，对吧？但那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呢。那刚才你们侮辱我前妻，就是在侮辱我的人生啊。所以这跟我有关系啊。有点道理啊，有鸡毛道理啊。我你到底啥意思啊？我就想说，啥事啊？你等等，装疯狗呢是吗？你看啊，我就有个小瓶儿，这上面写的特别好，他就告诉我呀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他都在正月夜。哎呦我操！你醒了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医院了啊！我不行，别那么乱说，停住！哎，是，哎，你试试这，哎，耿浩，耿浩，来人呐！啊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有没有人？哎，你快去叫人，打电话叫救护车，有人受伤了，快去叫人！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？你可不跟啦！快去叫人，打电话！爷。我最后还有话想跟你说。你说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起来，你跟我走啊！
我说的是，我爱你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从来都没敢跟你说过，我爸再不说就没机会了。你爱我吗？我爱吗？我爱你。正事儿干，有点折腾，你太过分了啊！你把我婚礼搞成新片发布会了，我本来一个白色婚礼，我没想搞成这个样子的，古今大战秦俑情了，变成啊！来，导演上来说两句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导演岳小军。哎，没咋了。哎呀，天哪，你还知道来啊？其实呢，今天是双喜临门。哎，这是东东的闺蜜小北，一起合作的开年大戏，跟人握个手啊！哎，你好，耿浩。下面呢，有请好意的好基友耿浩上来跟大家说两句啊。好意结婚，我特别高兴，但还真的要感谢好意，一直以来呀，竭尽全力的把我从阴影里边推出来。自己却勇敢地站到了阴影里边。哎，我不在阳光里呢吗？啊！那我们大家还是用掌声给予新人祝福，还有鼓励，祝福他。挺好的。挺好的。你挺好的。挺好的。你笑什么呀？你笑你不让我笑。今天这婚礼挺逗的。对，那个导演挺二的。没事，兄弟吧，我送你。走。哎，还是丢三落四。开始写新歌了，听说。啊，捡起来了试试。当初干嘛要扔呢？当初不得过日子挣钱吗？过日子，过日子也不仅仅就是过日子吧。走了。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到好意跟东东他们了吗？没在里头啊？没有，说是好像去停车场了。哎，我来，我帮你，谢谢啊、我帮你。哎，不用，我帮你拿过去吧，没关系。谢谢啊。嚯，挺沉的。哎，你还是别拿了，这掉颜色，别蹭到你衣服了。没关系啊，我这西装几年也穿不上一回。是吗？哈哈。你今天穿的礼服还蛮好看的。谢谢啊，其实我穿着也不大习惯，是吧？嗯。
哎，这车怎么了？着急是着急了点，不过已经合法了。那没事，我帮你一块先把东西拿过去。那你是做什么的？我以前卖二手音响，现在搞音乐。那还挺巧的，我是教音乐的。啊，真的？那以后有机会，我真的向你请教请教。不敢当，你有什么好的作品可以让我学习一下的？我就瞎写，倒是有几首小样。哎，那要不然今天你就帮我指教指教吧。我手机里边好像还真有。好，别笑我啊。哎，累死我了。哎，看都走差不多了吧？咱俩是不是该送送啊？哎，别。差不多行了，我想去卸妆了。哎，要的就是啊，咱俩。哎，差不多行了，你们没完没了了。早已删了却不会忘的号码，永远不会再打，但永远都会记得他。这到底算不算放下？早就过了看着一切都会愤怒的年纪，默默看着时间带着所有团结而下。这样子是不是老了？当我轻轻地放下你，原以为可以就此而轻易，可以就此上路，赶奔下一个黎明。当我轻轻放下你，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，面对岁月不息，谁能有什么办法？想要的，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明白？已经知道生活就是不停哭啊笑啊累啊，一根烟会燃尽所有对你的牵挂，这是否就算是